有十几位优秀的舞者参加台中国际舞蹈嘉年华的演出哦。刘展表示很荣幸担任台中舞蹈嘉年华活动大使。圆满剧场，一二三，跪下。影片里可以看到刘真美丽的舞姿，但其实这影片是刘真脸书上的最新贴文。刘真脸书26号忽然发出了151字的文章，写说很多粉丝喜欢看我跳舞，我自己也是最爱跳舞的自己，这是一种幸福，分享给你们。还附上了台中嘉年华的影片，不过事后发现其实这是小编贴文，因为刘真还在医院抢救当中。我知道我们每天都不断有人在关注，彼此互相鼓励，几乎每天的都为他祷告，几十个艺人大家一起为他祷告。艺人朋友们都很担心，但其实小编帮忙贴文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刘真2月12号在脸书上 po 上了自己做饼干的照片，看起来气色不错，但其实这也并非刘真当下的贴文，因为刘真7号就住院，8号昏迷，装叶克膜抢救，表演圆满成功。刘真目前已经装上了人工心脏，等待换心中。据传接下来恐怕也会拔管进行气切手术。刘真入院已迈入21天，家人和艺人朋友们都持续为他祈福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